差不多。核大之灵，兄弟们，核大之灵。赵云在拿红了。上不小心啊，辅助去上嘛，这个赵云赶下去了，是吗？很多人都这么说。猪八戒在我野区啊，兄弟们。可以杀。哦、完了，他四了，撤了撤了，他这怎么到四的呢，哥？不行啊，感觉这个中单会玩的呀。拿红。哇，我跟他叫一墙之隔。
顶不住啊。上班晚上会玩的呀。有干扰的，我不知道他有干扰了。哈哈哈哈！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。不能往后拖，往后拖，往后拖，我这个橘子好废的。来杀猪了，杀猪。你刚才那条鱼在那里，我就很不好杀那个鲁班。如果真的是我从没看过直播，我等会去看。好看啊。这到后期还是不好打的，后期我们切不动人，橘子就是很尴尬的一点，就是这个。嗯，这好兄弟怎么站着不动了呀？就别搞了，我去拿个篮。上面先给他吃了，我们刷野。来，兄弟们，别浪了，打暴君主宰了。剩一个法师，站散一点，站散开一点。哎，我的，能一波啊，一波推塔。哦，一波不了，走，兄弟，把下路推了就走。
你们不是四排吗？你们不是四排吗？对啊。橘右京，橘右京。真的吗？我从你的声音里面听不到激动啊，你能稍微表现的稍微激动一点吗？我不知道你从我的声音里面听到我三连跪的气息了没有啊？对，啊，感觉到我体内有一种悲抗气息没有，老哥？好兄弟，下路应该推不掉了。好兄弟，我那一波上不了。我刚才血量不是很多，你转进去的时候，我站在旁边左脚晃右脚的回血。阿青，别稳，告诉你怎么看直播。OK， 我上路再带一波，兄弟们，稳住啊！来了，小宁不在，哎，这个红，有想法吗？小心那个右上边的那个上塔那个上官网还在。我们一起去把那个猪给宰了吧。OK， 没事，他们上官网而不在，你打，留一下。对，往后撤一波。牛啊，这一波，好击飞。666，兄弟们，好，看你展示。刚才那个辅助一巴掌拍飞三个，嘎嘎乱收，兄弟们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。